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刘老福助，青春的暖瓜油。柯石先生甲杨三龙先生两位的大师，伫十一月七九甲七十，伫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，知名歌手纪露霞，还有高义泰，还有林秀珠，甲我小刘老福助要献唱很多两位大师好听的歌给大家回味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各位爱听流行歌曲、爱唱歌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纪露霞。恁有想要听咱的怀念的歌曲无？伫十一月初九暗时七点半开始，吼，有一场咱的柯石先生甲杨三龙先生伊的作曲，伊的这个真好的这个歌曲，要伫咱中山堂来演出，啊，佮有十一月初十，到礼拜日下晡两点半开始，嘛有佮一场，同款是咱的杨三龙老师啊，甲柯石老师，因的这个作品，伫咱的台北市中山堂要来演出。啊，这歌词呢，予恁想袂到，真好听。欢迎各位观众朋友，恁来甲阮观赏，欢迎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秀珠。十一月初九，拜六暗时七点半，还阁有十一月初十是礼拜日下午两点半。在台北市中山堂来表演演出咯，阮的演出的叫做《青春暖歌》，有柯石先生甲杨三龙先生两个代表作的演唱会，有真侪名歌星来为大家演唱，大家欢迎来收看哦，谢谢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高义泰，十一月九号、十号，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，由台北市国乐团主办《青春的恋歌》，为您介绍许石、杨三郎两位大师的经典作品。演唱的歌手有：纪露霞、刘福柱、林秀珠，还有我高义泰。欢迎各位莅临捧场，谢谢。